小白鼠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。天哪，感觉前进的速度很快啊。他没有犹豫，就成功地通过了第一条道路。现在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了，感觉黄立鹏是在挑战一个来自未来的高科技游戏。哇，第一关，第一关成功了，太神奇了。哎，他成功地上了四号桥，好厉害啊！第二关成功，三号。